大米1斤、2斤、5斤、10斤的都可以真空包装。这个是就把米放到这个袋子里面去，然后这样子的哈，就类似于是这样子的，把这个米倒进去，然后的话呢就直接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哈。你看，来，现在从那边开始，来，来这边这边那边。1斤的，这个是10斤的，这个是1斤、2斤、5斤、10斤都可以包。放地下。